Hello， 大家好，又 Ray 带睇楼嘅时间啦。今日参观嘅单位位于九龙站上郡物业君临天下嘅二座极高层 E 单位，两房一套带储物房，可租可买。这个单位保养新净，景色优美，我哋一齐嚟睇睇。这个单位嘅总面积系818平方尺，一门就系约250平方尺客饭厅空间，6.8米乘以3.3米，楼底高度约9尺，整体空间方正实用。我哋可以先睇睇窗外嘅景色，系望北位，系九龙站上郡物业以及海景城市景，景色开扬，采光通风都一流嘅。咁接住回望室内，全屋都系保留原装木地板，而且保养状况好好啊。接住我哋可以睇睇房间嘅情况。第一个厨房空间 ，L 型嘅工作台带有齐全电器，见到煤气炉、洗衣机、微波炉、雪柜都系齐备嘅，而且保养状况好好。然后第一间睡房有65平方尺，景色依然开扬，采光极佳。咁房间嘅位置系可以放一张1.2米乘以2.7米嘅单人床，或者定制一个上床下柜家私都 OK 嘅，更加充分利用空间。咁接住系主人房套房，有125+35平方尺，空间足够摆放双人床后三边落床。采光通风依然极佳，而且预留咗做衣柜吉位，摆放家具冇难度。接住系套厕，屋主好聪明咁喺浴缸嘅位置添加咗玻璃烫门，可以淋浴可以浸浴，一举两得。接住系客厕，带有淋浴间。然后系储物房，有1.8米乘以1.8米，这个房间嘅实用性就好大啦，可以摆放一张床，变成工人房空间。咁呢个单位依家可租可买，而且重点系有楼睇，售价宜人，系现时少有君临天下极高层嘅售盘单位。睇到尖沙咀区物业嘅朋友，可以尽快联系 Ray 睇楼啦，唔好等通关先嚟决定。同埋记得关注我频道，带你睇更多热门楼盘。我哋下集见。